宿命是否在落就在执就在永久抵不了不朽。好听，你刚唱的太重了，你先听音乐，听了音乐之后你的声音跟它融合进去，然后你唱的时候稍微弱一点点，你现在给的感觉还是很断，因为你在唱的时候你的气全部都断了，我们要气是不断的，我气中间是不会断的。本宿命是否在多久在这多久，不要说的太快，你看这个感觉哈，问宿命是否在多久在，问宿命是否在落就在执就在永久抵不了不朽。对，恋人总会收到牵手到放手到回去就该足够。你看你前面就已经是全部都是断开的，你最后还哒哒哒哒就更断了，最后应该是哒哒拉长。恋人总会收到牵手到放手到回首就该足够，足够足够，足要唱弱，不要就该足够，就该足够，就该足够，对，唱弱一点，来再来。恋人总会收到牵手到放手到回首就该足够。 OK， 离开了城后我胸口的伤口随风成就，你我终会沦为尘埃漂流，等待花季烟雨愁。感觉自己想要那个很大的律动性，对，结果唱出来就不太一样了。他们两个是要有个平衡点，就是你想去做那种很律动很断开的感觉，如果全是那种小碎的连贯感就会损失一些，要找那种平衡点，有一些地方去做明显一点律动，但是该需要给这个声音铺一点连贯感的时候你要去给，不能一直碎，不然就全部都是散的。宿命是否在落着在这就在用着抵不了不朽，恋人总会收到牵手到放手到回首就该足够，对夜的窗口我胸口的伤口随风成就，你我终会沦为尘埃漂流，等待花季